发力守约，一个争议很大的英雄。在赛场上他大放异彩，综合玩法似无尽出装，上线深不可测，不断刷新峡谷世界观，让我们对这个英雄充满敬畏。而在排位中，那就是个坑，而且是那种死坑死坑的存在。导团嘛，永远少一个人，聚半天聚空气，以至于风评越来越差。那今天这期视频，大宝就要来扭转他的风评，证明他的强大。第一枪就先意思意思，主要目的还是让凯放松警惕。第二枪精准指导，继续秒，把鲁班吸引过来，二三连用，大招能取消开枪的后坐力，神枪手就要在乱战之中取敌较受惊。圣哥小鲁班跑不掉的，等子弹上个膛，你的双 buff 我就收下了。猪哥想进场，我们可不给他机会，直接大招拉开，大招能减他的移速，加我移速，别急，原地加炮，再狙他一枪，带走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不是守约不行，是玩守约的人不行啊。狙得准的话，这英雄真的很强。而且现在无尽流被削了，守约就又回到了半无功半攻速的出装。原可背后是冷箭，仅能见面，如凯爹一枪、两枪、三枪翻个跟头。被动带来的超高穿透，即使开刀的凯爹也顶不住啊！而且我们有出末世的，搜小半片野区，血就回上来了，血耗能力比马可好了不知道多少。那可你放心飞，子弹我随时到位。你自己要越塔的，这不怪我，我替你报仇。打到了，再来一枪触发破军被动，鲁班他就没了。我操，二三拉开，我 A。哦，乱枪打死老师傅，看来鲁班对我很感兴趣啊！哎，叫闪了，那我也叫闪，进草三个视野，假炮，带走。这里有推荐出装，一定要带攻速、攻速鞋、末世、破晓都要出，不考虑 CD 鞋，没人会站着给你狙的。守约想狙到人是很靠预判的，换句话说，你要猜到敌人下一步的走势，才有可能命中这一枪。所以出攻速是补充狙不到人的伤害，永远不要过度相信自己。我这次就是狙不到真机，但丝毫不影响我打凯。攻速加持下的超高穿透，凯脆得跟纸一样，根本摸不到我。阿珂也一样，都不用他主动，我直接来和他单挑。刺客打射手，我还是全输出，他也打不过我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。是，不管战士或者刺客想切我都需要近身，而近身恰恰是甩狙最准、伤害最高的时候，所以根本不用慌。哥来，在一念之间，无下言，几度皱褶又变迁。